口臭还有没？口臭？嗯，好像没有。没有了哈。早晨起来还有眼屎没？没有啊。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口苦啊、眼干的症状还有没？没有啊。没有哈，嗯嗯。现在咋样啊？现在吃完了这个药，肚子还胀吗？你现在肚子还胀不胀？不胀啊。不胀。口臭还有没？口臭？嗯，好像没有。没有了哈。早晨起来还有眼屎没？没有啊。没有哈。那个现在那个还出汗吗？手脚还出汗不？出。手脚汗出。嗯。你这个手脚出汗在什么情况下出的多呀？是紧张的时候出的多，还是受热的时候出的多，还是无时无刻都在出？睡觉是不是有啊？睡时有。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口苦啊、眼干的症状还有没？没有啊。没有哈。嗯嗯。大小便什么状态？不是正常啊。二便正常。嗯。我再问你个，就是现在那个排气还多不多？不多。不多哈。好嘞，我看看舌头，来站前面来，来我一会儿给你开个方子啊，再调一次啊，手脚汗给你调好了就得了啊，别的症状都没有啥事的啊。好嘞。